今天在好卡痰。今天在北投这边，我们又来约会了。是的，后面有北投的市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想说，到底今天是要山还是要海要水，就是说要去阳明山还是说要去北海岸。宝贝，你觉得呢？哪一个比较不塞车去哪？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逛市集。有点像鬼。走，没办法，我要录影啊。那不要，去去去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好可爱。走了吗？走了。我们决定要去阳明山了，因为现在北海岸整个大塞车。阳明山现在还好啊？是吗？坚城来看一下。好，很可爱。走咯。哎，赶快帮我查动线。好好好好，要有一个地图吗？你的手机在我手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找这个字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。宝贝跟我说会塞一段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聊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撒了这么久，终于到目的地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啊，你想要去哪约会？就是在这边散步啊。平常漫步在下午，然后在山上。我开了大老远，然后你是来这里散步，专门来阳明山散步的。散步，好，散步。我觉得这里的房子都很有感觉，这里也是台湾很旧区的地方，所以在阳明山上有很多别墅。还上面还有一些行馆，还有很多以前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建筑都在阳明山上跟阳明山周围。没呀、啊？干嘛？又带兔宝出来走了，晒着这舒服的太阳。哎，你好美哦！谁准你这样笑？谁准你这样甩头发？衣服啦，你的衣服啦，不知道想勾引谁。如果是为了勾引我的话，你做到了。就是一直转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大家转啊，转啊，转吧，转吧。你很台。我会把声音拉掉。野餐吗？翻滚，这样，在这里啊，野餐啊。好。还有 barbecue。这个叶子冰冰的呢。冰啊！不要玩叶子。
很老派的姿势，贼贼的手势。来，来哦！身后这些白房子就是那时候美军军官跟他们的眷属的宿舍区，整个阳明山这一区。然后有一个人在演房子。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山。突然结束了，因为今天阳明山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强烈建议大家其实连假的时候可以选择待在那个住宅区里面。那我算从哪里来？也不是这样子。那你喜欢今天约会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只是人太多，对，人太多。但是人多跟老婆喜欢还是要选老婆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